通开起来感觉比较不一样。对啊，我之前原本其实也是想买敞篷的，都没有。可是你那台比较帅哎、欸，你那台我看你那边按，还好啦。你完全就是用机哎、欸、电脑式，你知道？电脑在开车。干特斯拉！我靠！不阿斯拉！那很夸张。敞篷是要开要帅都很好啊。开着篷又比较能听得到那个引擎声。对。这种就不能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种要乖乖的。今天我一次有在这个弯滑出去撞那个竹林，我操！他也没料到这个是在呈现90度的弯，随便刹一下车，然后就突然拐进去。我觉得很容易就滑了。我觉得还是安全的、啊，说实在的、啊。因为他也是，他也不是这个当地人，他这条路他没有跑很熟。就像你这样开，我觉得。没有，就不要去跟人家竞争了。左右，有，对，就是刚刚那个咖啡厅。好，来不及。然后南投有一段鱼池到，就是我前妻那边了、啊。鱼池到民间，好像哦，那段好好玩哦。那段我开西沙，我还比那飙车。嗯哼，因为你熟那条路啊。哎，那条我真的熟。对啊。哎，很厉害，你看到神人，我跟不到嘞。那个什么，开小货车的你娘嘞。嗯。哎，那真的超神的，我真的跟不到他们。不知道怎么开的，真的。山路手中就是路手，对，什么车都可以跑。啊，你建议什么牌？什么牌哦？马牌。大部分都用这种17寸啊、小尺寸啊，日系台比较多了。日系直通吧。日系通啊。嗯。直通比较现在比较常用。小尺寸。然后我是车17寸啊，我也是换 Polestar Sport。漂亮吗？有。小小的滑动而已。对啊。还好。应该是刚刚那水沟盖。这个轮胎特性，
久熟这台车。好，我觉得好操控哦。跑花莲那一段，我有时候也会飙一下，用七叉五，对吧、啊？就是抓地力啊，就差很多。嗯嗯。对，底盘就比较高啊。嗯。七叉五那么高啊，怎么跑、啊？弯了我都怕翻没。没有啊。而且你早一点，早要去对面没吃。这条桥，我知道可不可以。永定桥，要南南去拓宽，我操！这条不好走，这条是一台一台来，但前面这边很长的直线，应该先去储备。好，没车了，啊，摩托车。应该不会被我吓到。小啦，哎呀，嗯，死去了，看没有？熟了哦，真好玩。熟了哦，让人打招呼吗？怕他上来。可以，对啊，可以，这边有，对，交车，还可以。
刚刚你救我那个地方，我车子停前面那个里面一个小停车场。好，到了。对啊，再往前一点点。慢慢开。这些啦。赛道真的会烫。陪跑。太阳是真的晒到会烫，就跟你会烫，超热哎！我现在快要流汗了。昨日光遇，下次跟你的车了啦。等一下，你要跟吗？跟啊，不跟？跟才会进步啊！我这里怎么跑啊？跑跟真的热。